我们看这个题目，他说呢 ，P、Q 哈，这两个函数是 R 到 R 的一个函数了。那现在考虑呢，这个呢，二阶的常温方程，而且是线性的。他要证明说哈，这个呢不可能哈，是这个方程式的一个解。首先我们现在来看哈，这个它的那个初始条件哈。y 零啊，就是说，y 零呢，这个是等于零，好，那我给它微分 t 的话哈，这个是等于二 t 的，啊，所以我 y prime 零的话哈，这个等于多少？也是零啊。啊，我们晓得说哈，就是说你，就是说这个微分方程，而且我给它附带一个初始条件 y 零等于零。而且 y prime 零等于零的话，那么呢，其中哈会有一个解哈，是它的解，什么解呢？就是 y 等于零了。你把 y 等于零哈带进来 ，y 等于零的话，满足这个方程式，满足这个初始条件。好 ，y 等于零的话，第一个 y 零的话等于零，那 y 微分的话哈还是什么？还是零，因为你微分还是零嘛，那时候我就晓得哈 ，y prime 零也是等于零，而且呢 ，y 等于零哈，也是这个方程式的一个解，哦，零零零嘛，它根据那个哈，定理呢，3.2.1 了哈，我们知道呢，这个一个呢二次的常温方程，而且是附带初始条件的常温方程。它的解是唯一的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能够找到解的话，第一个它存在啊，它存在。那第二个它是唯一的，所以这个方程式附在这个初始条件，它只有一个解。那既然这个是它的解的话，那么就是它了，不可能是它了。所以的话哈，我们就这样证明了。啊，或者是说哈，我们可以这样叙述了，怎么叙述？就是说。我们现在就说哈，假设哈这个是它的解，那我们晓得哈这个的它的 y 零等于零嘛 ，y prime 零也是等于零啊。好，那我假设哈，这个二次微分方程哈，它有两个呢，这个基础解哦，就是现在有一组基础解是 y 一。啊，跟 y 二，哦，这是一组的基础解。那这样的话，它的一般解哦 ，y 就是多少呢？就是等于 a y 一 t 啊。那这样呢 ，b y 二 t。好，那我现在哈，根据呢这个初始条件，它等于零嘛。那我现在给它微分。这等于 a 哈 ，y 一 t 微分加上 b y 二 t 微分，然后再给它带什么呢？带那个，这还不是零，然后带进来，带进来的话哈，就多少呢？就是 y 零等于 a y 一零。加上多少 ？b 哈 ，y 二零，哦，这个呢，初始条件呢是零，那 y， 这个零，看哈，这是等于 a y 一零，加上 b y 二零，等于零嘛？啊，所以我就晓得说哈。我这样解出来的话，就得到什么呢？得到这个，这个 a 哈是等于多少呢 ？Ruskin， 哦，这是多少呢？这是 y 一 ，y 二哈，它是零，然后呢是多少？这是零零嘛哈，啊对，这是 y 二。零
y 二 times 零。啊，这个等于零啊，因为哈、哦，这个 Ruskin 哈、哦，在零这一点的话不等于零，因为这不等于零啊。啊，所以我就晓得哈 ，a 等于零。啊，同样道理哈、哦、，b 也是等于零的、啊。哦，你把那个 a 代理下去嘛。哦，啊，这个的话呢？y2 的话不等于零，好，或者是说我们也是 Ruskin， 那这个多少？这个是等于 a， y1 prime， 这零零呢，这等于零啊，也就是说具有这样的呢，具有这种形式的二次微分方程，而且它附带的初始条件呢是零零的话。那么它的解的话一定是零的，而且这是唯一的解，不可能是这样的解。